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，回家我们的念头是想到自己而已，还是想到有缘的人？所以我们过节的时候啊，中国人的精神，华人的精神是什么？过节就是团圆呐，和和啊。哎，一个家团结，对人的精神呢，有着源源不绝的动力啊。家是他的归宿啊，家是他心灵的港湾呐。但是，假如家常常会吵闹啊，这个人心就没归宿了，这个人精神有负担呢，负担久了，精神会出问题啊。哦，所以现在有一个病啊，抑郁症、忧郁症越来越多了。其实，这个症状啊，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庭。所以，我们这些过节呀，也都有我们老祖先他的智慧在里面呢。你看，一个月圆，中秋节，透过这个圆，来让家庭家族懂得团圆啊。好，那中秋节呀，刚好有一个同修呢，发了一段四句偈给我啊，我印象很深刻啊。但愿人长久啊。下一句是什么？哦，你可不能发给人家千里共婵娟啊，这样怕他这个。当然，他喜欢写诗的话，你先恒顺他一下啊。但是我们发的东西啊，尽量不要造成他情脂提升。啊，要顺势啊，把他的情志啊引导到更高的精神去，啊，叫但愿人长久，唯有念弥陀啊，清眷永团聚呀，法界逍遥游啊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么亲的亲人呢，所想的不一样，所说所做都不一样。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道路不同，会见无期。下辈子不见了，不认识了。请问大家，你记得你上辈子的爸爸妈妈吗？对呀。所以亲人之间呢，要能长久在一起啊，只有一个方法啊，一起念阿弥陀佛啊，一起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一起跟着阿弥陀佛在十法界度众生呢，你看多自在呀！啊，然后要跟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分配一下，哎，这一次你当爸爸啊，我当儿子，配合起来很愉快呀。嗯，现在世间最缺什么榜样？好，我们下去吧。哦，所以这个。回娘家啊，要多带一些人回去啊。好，哦，这个开头啊，开得有点长啊。我们开了3点很重要啊，不能好多不好精，不能求解不求证，还有一点呢。不能逐末不求本呐，修行啊，要从根本修啊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呢。好，那我们要检查自己的，修行靠个人了。今天我面对任何事。我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？我从根本怎么处理？
修行就是身处转俗，俗处转身，佛号越来越俗啊。正念啊，这种正思维，一遇到事都是想着从根本去解决的，这个习惯有没有越来越俗？因为我们不提起这个心念，我们就会着在枝末上。我们想一想啊，一个人舍本逐末啊，旁边的善缘力量再大，能帮他多少？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一个人生病了，哇，很严重的病，一接到医生通知了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哇，赶快找外在的缘呢、啊！哎呀，找医生啊什么的。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哪？在自己啊，自己糟蹋这个身体啊，已经好多年了，才会出这个问题啊。今天假如我们的念头，哎呀，我去找一个医生给我扎一次针啊，我就万事 OK 了，请问他这个心态不放下，医生能帮得上他吗？不可能了。自助者天助啊，自救者天救啊。我们自己的心念不对的时候，别人是帮我们是很有限的。啊，我们都有一个习惯了，啊，只要让我啊换一个单位啊，我问题就解决了。只要让我啊找到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啊，我问题就解决了。只要让我换另一半呢，我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都是心外求法了，是外道了。就好像我们都是跟师父上人学习的，大家相不相信师父所教的都能解决我们现在当下的问题？大家相不相信？好，大家相信哦。那我们把老和尚的教诲用上了，我们现在心里都没事儿，应该都没有烦恼的事了。哎，假如还有啊，老和尚的经教我们没有用出来了，因为用出来了，理得心就安了。我们遇到事啊，会把责任推到境界上，我们遇到事啊，就会依赖，哇，我找一个人来，找到了就 OK 了。假如找一个人问题就解决了，佛菩萨同体大悲，他早就来了。佛菩萨怎么帮我们的？讲经说法。为什么佛菩萨身份示现了就要走？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哦，我现在我有遇到一些邪教，都说他是什么观世音菩萨再来的，隔天也没走。我直接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沟通的。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哦，这个有流弊的。哦，大家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吗？大家相信老和尚的同体大悲吗？那我们都相信。那我们现在有烦恼，佛菩萨知不知道？
他会不会加持？当然会加持啊。哎，可是我们的烦恼怎么没解决啊？因为我们顺着自己的想法了，我们没有随顺佛菩萨圣贤教诲，他想加持啊，加持不上。这些道理啊，得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啊。万法因缘生呢，佛菩萨同体大悲，对我们来讲是个缘呐，因在我们身上了。我们随顺烦恼了，不止他加持不上了，魔得其变呐。啊，魔看到可贵的弘法团体啊，他要破坏啊。他靠什么破坏？靠生烦恼的人啊。他就冥冥中让他的烦恼越来越强。哦，所以现在是法弱魔强啊，佛菩萨跟魔王在抢人啊。我们现在都在弘护正法的团体里面哦，我们念头一正，哇，诸佛如来称名即是玉光时啊，佛光马上就到了，珍重此时莫空过啊。现在魔的力量很强啊，我们一个正念保持不了了，这些魔的力量就进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一进来啊，你烦恼一起来啊，就开始滑手机了，很烦躁啊，滑滑滑，一滑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哇，情绪一不好，恶性循环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缘呢，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，我们要去接受什么缘？你去接受手机，还是接受老和尚的经教？那是截然不同的发展了。手机啊，那个抖音啊，不能一个画过一个啊！哎呀，我这么一讲啊，这个抖音要来找我了。抖音里面好的有老和尚讲的可以，啊，会让我们起烦恼的、起贪嗔痴慢疑的不能看，啊，连抖音也不能得罪啊！啊，随缘消旧业，不再造新殃啊！我们真的要看清楚现在的局面啊，这个一念之差，天壤之别啊。我们一个正念，佛菩萨一纠加持了，我们代佛弘护正法了，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了。我们20多岁的时候听老和尚讲经啊，老和尚说年轻人啊，要慷慨一点啊，不要吝啬啊，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。啊，那这一念真的发出来，马上就起感应道交了，自成感通啊。啊，承德也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呢，啊。我的中文是最差的，常常在台上讲了，想一个成语讲不出来，顿了好几秒钟啊。你们应该都有看出来吧。哎，但是呢，虽然自己中文不好，可是老和尚没有说中文不好不能弘法啊。老和尚只教了自诚感通啊，哎，自诚心是我们本有的，只要我肯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我有一个俗家结拜的大哥啊，哦，他说哇，你上台像条龙啊，啊，像台下台像条丑了。哦，就是这个台上的加持力啊，很不一样啊。当然哦，不能台上台下不一样啊，也不行了，这就入不了不二法门了。台上讲话不离经教，哦，不兴事语，要在正论，下了台也是要一样的啊。
哦，所以修行啊，修正想法看法，我们有很多想法看法，它是一种习惯的，遇到事了我们要把它调整过来，多从根本去看待问题，多从根本去思维问题，一定能想到相应的教理跟方法，一定能好好把它解决掉。因为任何的事离不开因缘所生法，因主要因素是什么，缘次要的因素是什么，我们都能把事情分析客观了，我们一不从根本去思考，我们就开始慌了，就会去要找依赖了，找依靠了，都是向外了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，从心而觅，感而不通啊！啊，我们一悟本呢、啊，一从根本思考问题，佛菩萨马上交感来指导我们了。感应不思议啊！佛菩萨是法界身的，我们的心念对了，他不可能不用应化身来帮我们的，甚至于他不可能不派人跟因缘来帮我们的。